哎呦，这个是秋盛，我是秋盛烫 AI， 也是秋盛圆通 TI， 没错。那今天再没多久，就是我们12月21号传说中的玛雅预言的世界末日了。那我们也会在明天抛出我们这一次复出的新歌，新歌哦，没错没错。我相信大家会等很久了，我们已经沉默了一段时间了，真的，从5月的时候到现在，对吧、啊？好像很久了，蛮久了。对，然后这一次东西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当然成熟了些，大家都长大了。对，假如世界没有末日的话 ，I must go。不管哪个方向，我知道这条路总是跌跌撞撞。Let's go， oh oh oh，I must go。人生还算长，我们走在哪个方向？有时候拿得起，也要懂得去放。Let's go、oh。